在本单元中，我们将介绍波的反射。桌上有一台宽型演示器，演示器最后一次钢棒可自由运动，因此为自由端。在演示器上产生一个波峰，波峰抵达自由端，对自由端是向上力，自由端向上运动，因此反射波仍然为波峰。用夹子固定演示器最后一支钢棒，使其成为固定端，在演示器上产生一个波峰，波峰抵达固定端，对固定端是向上力，固定端对波峰是向下反作用力，使反射波成为波谷。声波及电磁波在不连续点的反射也有类似现象。